太平天下哈威武独尊。念着干涉，这应该是误会，解释清楚就好啊。为什么在你爱后堂心问？我哩呢？啊，不过对方有死人，啊，咱这边嘛足多人受伤的呢。你哪会知？嗯，我在场啊，我当然嘛知。呀，你哪会不安喏？我一定是惊死啦，伫个边啊拢无斗相共啦。我哩呢点点啦，啊，伊是乌骨头咱跳的，啊，你阁唔知哦？刘志强果然有行动啊！楚云天，这件代志追究起来，全是因为你无提出兵将，才会被恁误会你是强盗，所以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慢者，这件代志要你要清楚，兵将来变作一块擦牌。一般我伫咧想，这可能去用调包去，对吧？楚云天，你详细想看卖，是啥物时阵？会去用倒换去呢？内面有真侪高手，所以这摆行动，大家更加细腻。是。小心，对不住。我确实想不起来，潘启平将是我的失误，万受制裁。楚云天。你代志闹到这尼啊大，当然要接受制裁。将军大人，你的意思呢？无咯，这件代志免全部怪楚云天一人，连我随从张达甲张发，因也有罪，所以三个都要做分担起来。哎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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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讲因三个来分担哟？嗯，哼，代志无遐尼简单，到时。大罪化小罪，小罪就化无罪。今仔日无和阿姐交代，我袂放伊煞。好，牛大爷，你就莫生气，要无伊的意思，爱我安怎样做，你才会当满意啊。楚云天害死我的人，今仔日我爱伊以死谢罪。牛大爷意思，你是讲只要楚云天一个人死，就解决所有代志咯？那呢？伊阁害我物件无照时间送到位，害我损失上少万五千两。生意人出外做生意，也不过是求财嘛。刘大爷，要无安尼啦，是不是会当我楚文天卖死？也你爱赔你偌济钱，你还肯放伊煞？哼，那呢，就一万两好啊。一万两，好，就一万两做解决啦。等下，我还阁有一个条件。还阁有啥物条件呢？林大叔一直看阮细汉人无忌，今仔日我要讨一个公道，我的楚云天软我的脚棒。你伫咧想啥？软脚棒啊！
传承千古。三天你一定要拿出一万两，啊，若无，我就爱你的命。你莫再甲我对调调啊！我哩咧，从今以后吼，我无可能拢叫你一声老大啦，咱两个一刀两断。是毋是要搞一刀两断？我哩咧，迄查甫囝啊，两人的裤脚，吼，有影见笑，真正见笑，田无沟，水无流，路头路尾相拄吼，拢当作无熟识啦。大兄弟啊，唔卖甲叫啦。一声冲云天，真正是四片壁无一块同个瓦。连这个河流的都无爱插伊，我看伊只是变无无啊。来，过招啊！这不是我的主意，也不过这就是叫做天意啦。蔡文天，啊，你一万两肯坐啊未？一时间还阁想无办法。是啊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肯到家。对啦，我这哦一个拢哦关一两两啦，啊，到到嘛有十两啊，小姐，伊敢那嫌无够呢？你两个过来。小姐，蔡文天，咱若是对伊两个脚胖两过，我阁加一百两，安怎？这钱真好赚哦。等下，细下人的裤脚你就会当两，那汉人的裤脚你就歪两哦。小姐，伊吼嫌这钱伤少啦，那两个细下人的裤脚有一万两呢？啥？一万两哦？哇，是要去倒位生啊？哼，我看你只不过是一个想要加换三工的贪生怕死之徒。想要走，无这么简单，除非你我都过完这关。才会当放你走，杜小姐，你何必这么为难我？你让咱汉人这么啊无面子，我一定要替大家讨回公道。来人啊，把阿雷弄卡趴。是。我。哎呦喂！我要打你说。我说。我。杜飞，你。杜小姐，你实在真无聊呢，你敢都需要这么糟蹋人啊？杜飞。你若是台上的主民，都应该做伙驾驶这个贪生怕死的人，以后咱汉人的民主尽扫落地。你讲蔡文天贪生怕死，伊是为着要抓细下奸细，才会予人陷害，无抓到细下商人。像恁这毋捌为台上出生入死的人，根本都无资格骂伊。就算伊是去用陷害，死可杀不可了。我若活做是伊，我就当场杀死伊个欺凌太甚的细下商人，然后家己自尽。那呢，就会引起两国战乱。战都战啊，大家咧吵变都是为着要烧钱啊。文天，咱莫甲伊加讲，咱行。等下，我话还袂讲煞。初文天，恁阿爹就是甲西夏战败，是毋是恁阿爹看到西夏人叫惊破胆，唔则无甲你洗骨头，你的腰才会变甲遮尼软哈？陆小姐。假使你若认为我失职辱国，迄拢是我的问题。希望你唔通牵拖我阿爹。我讲恁阿爹又安怎？大家拢嘛知影伊有卖国的嫌疑。我嘛知影你是为着通敌之罪才来抢军。哼，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
董辉，你快点走。董辉啊，你这好胆呢，敢搞阮小姐你神话？为什么唔敢？我是目睭唔捌看到这么恶毒的查某囡仔，一点仔教示都无。哼，戴念你是女流之辈，我无要跟你一般见识，免惊。地名真古，想起家人脚巧，个性大方又温柔，霸天将美将人性，不知为何为伊痴。用天笑感我，为什么我的脑海内会一直浮现韩玉娇的形影？是不是韩玉娇？是我头一个接触到的查某囡仔。迄一天，伊对我的温柔体贴、甲关心的感觉，一直刻伫我的心肝内。我从来唔捌对女人有这种奇妙的感觉。敢讲，我对伊已经动真情。敢讲，这就叫做一见钟情。袂用的，我袂用安尼想。韩玉娇只是将我当作初分天，才会对我这么关怀。伊爱我的人是初分天，不是我。只要是初分天身躯边的人，拢爱死。也那无，无法度弥补我这十五年来所受的痛苦。小叔，你是要去倒位？去台死韩玉娇，袂用的。你敢说动我？根据我所调查，韩玉娇是脚步拢无离开府的。小主，你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你不是爸爸嫂，哪会讲要杀我？哼，拢是迄个乌衣女。竟然敢破坏我的好计划，到底是什么人？敢阻挡我台死韩玉娇？楚云天教你，定会来救我。是楚云天要救你，我从头至尾就想要杀你。看来你的心肝已经有楚云天买手去了。这就证明讲，这个世界上有比钱财佫靠力的物件。哦，张志强，是你要陷害楚云天的？对，就算楚云天，伊知影是我所害，又佫安怎？因为伊自认伊家己就是正人君子，所以不得不来救我。你讲是也毋是呢？你，你为什么唔想开？你用杀我，但是不用杀张祖昌。为什么？张祖昌唔知为什么会知影，水冰冰。就是李无双，李无双就是西夏公主，而且是我生。假使西夏公主那是台死台宋的监军，台宋立刻就会宣战。
张子聪来到锦州府，韩先生无可能唔知影，伊会无所动，一定是有伊的原因。所以，张子聪来到锦州府，唔是干那要陷害我而已。所以，免为着我个人的生死，就迫害大局，咱一定要等到张子聪露出破绽。三日内，我会让偷摕我兵种的人现出原形。即马，让董飞四界去找钱，只是要让张子聪认为我已经无计可施。等下。终于出手，好久远。感谢愈相关，坦白说出我盘算，不必替我心忧烦。分明希望来相认。当情路难尽，小人只有点相信。为何明明不愿意？我心痛无话中止。听知我话意，我只望甲恁宽心地，我心并无永无一个，我讲笑了暗路不迷。情隔天涯，如同一体，万古无双，我爬不起。心中情意难自持，满怀希望情中意，分不依今相依，抛家别国。工作拢唔敢出门啊啦！伊若出去吼，唔是风起就风雨啦。大家哦，敢那要甲拆只萝卜嘞？啊，三工就滴要过去啊，即马一线拢无呢。我想来想去哦，还是靠小姐你来解决问题。你怕？那安尼，我应该安怎做？咱煞袂晓找知府大人，探听迄西夏商人到底是住喺倒啊？咱来找谈判。李胖，是要安怎谈判？哎呦，迄做生意人吼，拢目头紧，啊，咱就甲讲吼，要订杯给伊，叫伊阁予咱宽限几工啊？也毋过，伊敢会同意？韩小姐，我看你咪为着初婚天的代志咧操烦，这钱的代志哦。我轮袂到你咧头疼。哎呦，这款代志哦，除了阮小姐，无人有法度甲楚公主斗三工。安尼你是听有无？唉，我是不忍心看韩小姐替别人的翁咧行罪哦。啥？啥物咧？别人的翁？你讲楚公主是啥的翁啊？哎呦！人迄个楚公主哦，是我栽情的哦。才来锦州府无外久尔，就去熟识一个青楼的歌姬，叫做水冰冰啊。哎呦，伊哦是偌有钱呢，你叫楚文天去找伊摕就好啊。歌姬，歌姬
是要安怎讲相夫千金手翁啊？啊，伊是凭倒一点跟阮小姐比啦？哎呦，就凭你迄对哦会甲人塞目尾的目睭，你知影无？所有的查甫人拢嘛无法度通啊度过伊这关的。哈，我是讲这个楚公主哦，是一个正人君子。查甫人就是查甫人，也是无法度通啊想伊个美色甲伊锁袂哦。海平天下，哈威。